主料，黄瓜一根，番茄两个，辅料油盐蒜二瓣，玫瑰醋，白糖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准备食材，洗净备用。黄瓜去皮切条，番茄切略芽状，热油多，煸香蒜粒，下黄瓜条翻炒至断生，加入番茄翻炒均匀，加盐，加白糖，加玫瑰醋翻炒均匀，加盖水火10秒左右，出锅。烹饪技巧，如果时间充裕，可以考虑将番茄去皮后再炒。很多人都说黄瓜不能与番茄同煮，其实黄瓜与番茄同吃无毒，顶多就是营养价值降低而已。因为番茄中含大量维生素 C， 又增强机体抵抗力，防止坏血病、抵抗感染等作用。而黄瓜中含有维生素 C 分解酶，同时可使番茄中的维生素 C 遭到破坏，达不到补充营养的效果。另外，若从营养汲取来说，辣椒、菜花、西兰、苦瓜等蔬菜也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C， 也不宜和黄瓜一起食用。但光从味觉上来说，这道菜真的值得一试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